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经费燃烧啦！你是不是急啦？超越这个名号，简直在教育啊！这个世界只有你和我。思考，沉醉在其中，堕入更深层。再更深层，用理性控制本能 ，Zoom。法师是什么？我们得先看一下。原本是哦，就是柚子颜色、柚青色、梨子色，现在变成金色，成了赛亚人。终于师姐，神器合一。一的最终形态，白就是啊！系统要撑不住了，系统。运算能力超越极限。呵呵还有其他的刀名，小鸭，小鸭，魔装给的装甲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刚刚我们伺服器爆炸有头绪吗？毫无头绪啊。嘿嘿嘿，也做的厨艺。哇，这倒也是啊，身为忍者，对不对？四处漂泊在外的时候，
处置食材、料理都重要。神异刀流，啊！第一次，第一次说了，斑鸠的前任首领剑仙云卡法伊。之前有没有我们剑仙就感觉只是一个四处漂流？的老爷子，这里透露了他是斑鸠的前任首领。八叶的，没错，大家都只知道他是八叶的开山祖师，没想到他也是斑鸠的前任首领。千年历史的黑暗剑法，所以教给大家的是属于光明的八叶一刀流，但静明学的是千年历史的黑暗剑法。哎呦，这里说，不需要脑补啊，直接明示。光明剑法，这也是揭晓。达到的境界虽然相同，但过程的方式大有不同。范恩流，黑神与八叶之外的人有办法抵达大陆东部的尽头，也换言之，有没有只有黑神跟八叶的人才有办法过去？正常的情况下，大陆东部的尽头也有可能那是他们的大本营区啊，所以有没有你过去，他们就要跟你切磋。哎，静明，这个羁绊太重要了吧？对啊，我感觉之后就会有。あと少しだったのに。でも次こそはその先も見せてくれるのかな。私のことも少し知ってもらえたし。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ね。哎呀，感觉就之后会有一些，什么东部轨迹，剑之轨迹哦，主角一行人跟着一些八叶的人士前往大陆东部的尽头之类的。哇，这好酷哦！小鸡皮，小鸡皮，小起鸡皮。一直以来，剑仙都是很神秘的，四处漂泊。然后八叶一刀流也是超强，现在整个串在一起。
爱人一生尽知鬼心。谁？啊，那个爷爷嘛，嗯，跟踪新娘的跟踪狂，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呵呵。照顾一个醉倒在路边的陌生男子，却被纠缠不休。哇，好可怕哦！就 恐怖诶。合作处理这个委托，不更改婚礼日期也可以解决问题。小时候被小偷救下人，哦，这就知道了。修罗大神里的境界，反正就慢慢看。费用都不是问题。假新娘，已经看出来了。哇，呜、哦，这就是可以看见至少女新娘的时候。连新娘都认错的你，没资格。哇！哇！惊喜演出精彩吗？但重点是肯定继续穿着吧，哎，嗯，我想说肯定是他穿着，然后跟范恩有一些谈话，值得期待。结果换下来了。